AK65， 你看这个，现在这一点超方便的是，遇到这种大热天的时候，那个艳阳高照的时候，眼睛刺眼就一盖，哦，那个墨镜都盖起来，很赞呐、啊。回鹿港洗车，当然就是上西滨啦、啊，来定速巡航，来测试一下这个瑞斯，台湾之光的瑞斯 DS1600 哦，碳纤维的前罩安全帽，在西滨高速巡航的稳定表现吧，它是有通过那个哦，真的有进空洞去测试的哦。这一点给我感觉哈、哦，目前以风切来说啦，有的人说它风切大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这里是用81哦，所以特别有感，风切声真的大幅的降低啊，差很多啊，差很多。对我81跟这一点来说啦。哦，大车在后面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测试 DS1600 哦，这一顶全罩碳纤帽的，在西滨高速下的稳定性。等去录，今天4月30号，那礼拜四刚好，大院子出一个新口味哦，等下去鹿港的大，去工厂前顺便买饮料。我目前是把上面通风。这个哦，160真的是真的是高阶碳纤帽啊，那一堆各种的那个通风口，真的很透气啊。哦，那个现在原本刚出门的时候有汗哦，现在风吹一吹它都带走了，有一点蒸发掉了哦。现在是凉爽，汗蒸发掉就是凉爽了。目前的风切哦，比81好太多了，好太多了，真的好太多了。来开定速了，来开定速巡航，维持在90-100内哦。一下就减2，两下就减4时速，加一下就加2时速，很方便了。手就可以，好、啊，这右手油门就可以放开了。嗯，哦，那顶真的是，以前哦，光是那个在时速90-100的时候，那个你看，刚好现在头的摆动，哦、啊，有摆动没有？完全没有摆了。之前 DS81 哦，没有装那个后面的压尾，就是那个后扰流了哈。就会开始一直整个安全帽上下左右一直摆动了哈，哦，两个差点撞一起，看，大车还在里面，大车不能走内线嘛。危险直箱哦，离它远一点，太危险了。很速差哦，
差太多了吧？但我要超都超不过。啊，变速了！你好，现在怎么这样九十一百速线这样那个时速这样行驶哦？以前 DS 八一九你会看到那个头是整个上下左右一直摆的。现在完全超稳的了，以前只要那一摆，就你骑士就会有点警觉性，就会变速度会特别慢，遇到那种强风就会害怕，有点担心的哦。现在完全不担心了，你看有晃吗？完全没有晃，是我头在晃啊，我在摇头啊，点头赞赞，瑞斯给他一个赞，瑞斯赞。后面拍到我的安全帽头顶，好有。DS 1600 AK 6哈，那个无线配色，它的这是透明灰，不是消光灰，它有两个配色，这是透明的。超稳的，你看，安全帽怎么超级稳定的？以前叶八一哦，它那个镜片，我是用茶色镜片啊，有一点抗 UV 哦，可是没有那么，就是在西边这样底仓图这样。白天巡航嘛，那还是会很亮哦，还是整个会很亮，阳光照会很耀眼，对不对？很刺眼哦，真的非常稳哦，超稳的。啊，现在有这个内幕双镜片设计哦，里面那个幕片一盖下来，哇，现在整个视线阳光都不刺眼了，真的是很赞，真的是很赞。觉得哦，1600比81啊，视野好像要更宽广哦。以前我斜眼瞄会有一个死角，现在斜眼瞄可以看到很后面哦，可以看到蛮广的，蛮方便的，没办法。那转个头不用转太多就看到后面了。好，过桥都差不多到了。这种是风切啊，所以风切跟那个阳光刺眼度还有舒适性哦，因为它这次眼镜都设计很好。我戴眼镜现在你看戴下来，以前八一它也是有，可是它那个眼镜都没有做的那么精致的哈、哦，那么细致。以前戴下去那个头是不会夹的，可是眼镜会夹到，眼镜会就感觉往内夹着那种感觉，会不舒服，好像眼镜快挤到变形那种感觉啊，哦，这一点就不会了。哎，怎么刹的那么低？可以啦，这风切对我来说，为什么我再试一个把那个整个全关的哦，再试那个风切的感觉。这趟下来我觉得没办法哦，这一点的风切改善，还有它的那个安全帽舒适性，就是如果戴眼镜的话，戴这一点会蛮舒适的，蛮舒适。而且我里面还耳朵旁边还有那个什么蓝牙耳机哦，
Moto X1 的旧车。买饮料去，来去大院子买一个今天刚出的口味。哦，这个风切真的是比以前大一小很多，小很多。而且刚刚你看高速下很稳吧，几乎没有偏摆吧。以前八一就这样，前后左右这样偏摆，啊，这里就这样定着，哦，有通过风洞那个系统啊，就是这样，很稳了，啊。然后脸颊双那个什么内衬很刚好，对我来说刚刚好，不紧，就是，可是还是有它的包覆性，包覆性都在。刚好是竹炭材质那个内衬哦，竹炭材质内衬很舒适，这件真的很赞。